家里照明堆影，没往前没往后看，事业单子没往后看，年薪是吧？只要在小店里为年终需要的时候，一样的。还没，他都弄个比小店里外面的微众项目，还让我们一样不多。对面的不管都阿龙也行，阿公龙也行，一样。还没我俩今年了，阿龙这有几样容易出来的东西，我讲了。今年一年，那不是龙王，那就是龙王。他来说，那不是龙王，对面的都没有，今年我都也难难一起，小龙。他拉的幺一部分，将来呢，少不了。旁边我一部了，陪给他一点少不了，有本事，这让我们看见了。比如我现在都比过个年上不年上，我娃嘛过夜，阿那些六个钱，你不嘛，你不要讲。他说来说的肯定。哎，六个人跟人六个钱安排下来，对比比，有良心嘛跟人收钱，结果，我阿妈没勇敢没得，不然嘛杭州路上不通。我娘说啊，今天嘛都没回到国家，我阿妈不然嘛钱不上，没钱嘛是，还得钱嘛，跟人搞到钱，不然嘛，这个对俺们那边是人，杭州嘛特别的纠缠，地产那那那地产，今天啊今天那个地产涨了，他们那没水房的，有房的，老板。尤其目前这个龙马地，还有特别的。